事焦点、热门话题，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，时事观察。三藩市湾区嘅听众，你好，我系陈英杰。最近特朗普有一个新嘅动作，我觉得系令人担忧嘅，但系我都亦都唔感到意外，因为特朗普其实都想做咗好耐嘅，佢就透过国土安全局派遣100名联邦的执法人员去到这个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 Portland 去执法。他这个指示就不是因应那个州或者个市长的要求，这个国安局直接说我们不需要他们的批准的。那这个决定那个动机在哪里呢？特朗普最近接受访问就说，美国的大城市的市长都是民主党，由他们管理那些罪案失控。他这个讲法呢又不是说完全错，看看你指哪个城市。不过在这个大选时刻讲的动机呢，大家都知道在哪里。他说的罪案完全失控，直接是大灾难。因为这班民主党的市长是极端的左派分子。他还说美国就变成好像一个地狱一样。他说我作为美国总统有责任保护美国人民。但是对抗冠状病毒的疫情呢，我又从未听过他这样说的。这些所谓打击罪案的行动呢，其实都是一种分化的政治手段。过去三年多，我们当然知道特朗普的动机在哪里。原本就属于地方性的罪恶问题，特朗普就将它炒大，就变为全国性无法控制的罪恶问题。他认为这个失控程度呢，是要联邦层面介入。咁第一个开刀嘅城市呢就係波特兰市。咁我就上网抄下啲资料，咁究竟呢个城市係咪罪恶嘅温床啊，抢嘢啊，打劫啊，究竟多唔多呢？同三藩市又点样比较呢？咁呢个城市呢就63万人，比三藩市80万呢就细少少。佢同三藩市最唔同嘅地方呢，就係佢成接近八成嘅人口呢都係白人嚟㗎。咁佢个市政府呢就同西雅图啊、三藩市都好相似，就是那些民主党控制的前进派。根据啲数字咧，佢其实是安全过大部分的城市嘅。过去几年佢人口就增加了，咁通常啲经济活动梗系多啲啦。咁佢啲罪案咧就相应略有上升嘅。好几年前咧，我就揸车经过，咁啊顺便走入去周围兜下，睇下佢咩环境啦。咁我行咗大概20-30分钟。俾我个印象咧，都系好好嘅，咁好绿化，啲公共交通啊，都好上轨道嘅，即系好比一个好大嘅市郊环境，系一个好有城市计划嘅地方。我好难想象啊，佢系一个特朗普所讲嘅罪案失控嘅地方。咁每个城市都有佢嘅问题嘅，我认为特朗普针对嘅咧，就唔系呢个城市嘅治安问题，而系佢嘅示威嘅问题，因为呢啲示威咧，亦都系反特朗普嘅。啲独裁者通常就唔中意人哋批评噶嘛。波特兰市喺呢个反警暴同埋反歧视嘅示威咧，持续咗就有成两个月噶啦，好多恶意毁坏公物嘅事件就多咗。譬如最近咧，佢有个联邦法庭嘅大楼就俾啲示威者咧就涂鸦，国土安全局就话佢哋有责任要保护呢啲联邦政府嘅物业。另外啊，有成28个执法人员咧受伤。有间珠宝店甚至被人抢掠，有些执法人员想拘捕其中一个人的时候，其他的人群就帮他解围，让他可以逃脱。这些这样的行为绝对就是跟抗议歧视、警暴都没有关系的。他们这样做就益了特朗普，但是无论怎样都好，这些示威带来的暴力行为基本都是属于当地警察所管理的，根本就冇需要联邦政府介入嘅。喺美国，如果啲大城市治安失控嘅时候咧，通常就实施戒严，呢一招都好有效嘅。如果情况冇改善嘅话咧，就透过州政府调动国民警卫军。如果要启动联邦单位嘅执法人员咧，那个情况咧可以话好不寻常。除非系嗰啲一触即发、不可收拾嘅局面，亦都好少见过嘅。咁呢啲情况呢，可能国民警卫军都冇唔掂，咁就需要出军队啦。俄勒冈州嗰个司法部长呢
已经入禀法院要求停止特朗普这个政策。有些学者认为那个胜诉就很高的，因为这班示威者是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，是并没有违反任何法例的。谁知一个联邦法官上个礼拜作出裁定，联邦执法人员有权这么做。咁加下波特兰市嘅示威咧，因为联邦执法人员介入，佢加嗰个对峙嘅情况咧，反而升级咗。佢嘅市长走出嚟讲嘢咧，亦都俾催泪弹袭击。咁呢啲示威者咁多日嚟咧，佢就要求削减佢哋自己嘅警队啊一半嘅经费，亦即系黑人生命宝贵运动嘅一个口号 ，Defund the police。加呢班示威者咧，直情要求个市长辞职啊！我一向都系觉得呢、这个。削减警队开支的口号是误导的，如果你用改革的字眼，你就不会被政敌攻击你了嘛。这些是一些典型的没有策略细思有勇无谋，其实有些好像捉棋的嘛，你走下一步之前有没有想到会不会被人将军呢？现在特朗普呢就天天都是用这个字眼去踩回你们的民主党。好在拜登呢一早已经讲明他是不支持削减警队开支的。冇几耐之前，特朗普行路去白宫附近一个教堂，就要展示一本圣经，即是为他最核心的支持者做 show。 咁为咗佢个人身安全，他下令的军队去清场，咁同附近嗰啲示威者就发生冲突，甚至发射催泪弹驱散，咁搞到场面混乱，引来多方批评。好几个退休的将军亦都走出嚟齐声谴责特朗普，呢啲就系特朗普嘅一种狂妄嘅作风，所以佢动用呢啲联邦单位嘅执法人员咧，都可以话预咗佢噶啦。咁由于大选来临，佢已经讲明啊，佢会干预几个佢认为系失控嘅大城市，譬如纽约、费城 （Philadelphia）、底特律 （Detroit）。美国这些大城市呢，老实说就当然不是好像你的小城镇那么舒闲啊安定的。那这些市长呢已经跟总统先生讲明了，根本没需要不请自来，这个问题由我们自己搞定。那特朗普处理冠状病毒的时候呢，就说喂，这些不要依靠联邦政府，我们资源有限，你们自己州政府应该搞定它。但是出现这些示威的时候呢，他就过分积极。他就借这个问题就表示自己有领导才能，但是真正要处理疫情危机，他就拒绝负上任何责任。上个礼拜他再重开他每日的疫情发布会，他终于第一次承认他美国的疫情不会这么快有好转的。白宫本身的疫情小组一早已经提出这个警告了，特朗普直接就很鄙视这些看法，总统先生就后知后觉。咁佢对呢个疫情小组咧，其实仍然都系以一种好鄙视嘅态度去睇佢哋。咁但系由于呢个第二波疫情咧，嗰啲死亡人数不断增加，对佢个民调咧就一啲都冇帮助。佢终于都明白到咧，呢种掩耳盗铃嘅态度咧，帮唔到佢连任嘅。喺上个礼拜记者会里边咧，嗰班疫情小组嘅成员就冇出现嘅，咁就令人怀疑佢系咪惊呢班公共卫生专家同佢唱反调咧？在国会里面跟他唱反调的第一号人物就当然是议长保洛西了。所以提到打击罪案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就多次提到东岸这个城市波尔的摩 Baltimore， 因为保洛西在这个城市长大的。保洛西的父亲曾经是那里的市长的，这个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跟他家做议长就没什么关系的。特朗普的逻辑就不是用一般常理的逻辑，所以我推测这个城市亦都是特朗普列入打击罪案的名单。波尔的摩的犯罪率的确是很高的，但是就不差得过芝加哥。芝加哥这个犯罪问题的确是有目共睹的。举个例，好像上个礼拜一间殡仪馆出面有人揸车就开枪乱扫射，有成15个人受伤的。但是上个礼拜已经有70宗开枪事件，有12人中枪死亡，好像南美洲那些毒贩争地盘一样。如果你住在这些地区，我相信你会认同特朗普的讲法，治安是失控的，但是你增援这些联邦执法人员都无补于事。这个问题是
槍械管制、家庭結構崩潰的問題。